改家衣服啊，买台缝纫机，这是不合算。没事儿，反正我经常要做点别的什么，肯定用得着。随你便吧，反正你点子多，开麻辣烫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了。有了它呀，我很快就能把借你的钱还你了。不用急，我先回去睡了啊，今天累死了，你早点休息吧啊。好好好。 在这儿买的衣服，老板人可好了，还可以给我们改衣服呢。你们今天来的太巧了，我刚进了一些新货，随便挑。老板，看能免费改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改到你满意为止。啊，哎，要是我们把款式给你说了，你能做吗？应该能行，但是你们最好把衣服的样子给我看一下，那样做出来更能满意一点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可以啊，拿相机把自己喜欢的款式给拍下来，然后让这位大姐给我们做，怎么样？ 你们把衣服的样子拿过来，我看一下，然后呢，我可以根据你们每个人的肤色、身材，再颜色跟款式上，再做一些调整。相信你们穿着一定会更漂亮的。是吗？那老板你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你呀，吃饭呢？嗯，对。给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不急着用，你拿着用呗。哎呀，我现在有了，就还给你。真是幸亏你呢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 你又跟我客气了，哎，不过你那个缝纫机啊，还真没有白买。就因为我们能够免费帮人家修改衣服，所以我们生意好很多。隔壁那几家卖衣服的都嫉妒死我们了。做生意都挺不容易的，这么久了，你就不想回家去看看？这就是我的家，只要跟瑶瑶在一起，哪里都可以是我的。
你就不想他？过去的事情不提也罢。哎，你慢慢吃吧，我先走了。嗯，然后这边要有一个蝴蝶结。嗯，应该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不可以保证完全一模一样。我放心，你是不知道，你在我们公司啊做的衣服老好看了，然后大家都穿的。 都特别像商场做的，他们都特别开心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在我们公司啊特别出名，他们都说石师傅的技术好，活儿细。你怎么不开个裁缝店呢？裁缝店？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哈，我可以考虑考虑。你要是个时装设计啊，肯定是个著名设计师。哎呀，你太过奖了哈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吧，这个给你，我下星期来取。好的，下星期行，再见啊。 著名服装设计师啊，这么些年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孙大凯，你怎么就阴魂不散啊？啊？是我死了？想我死可没那么容易。今天这么巧碰上了，我现在正在做一笔大买卖。你说自家的事儿，你是不是质疑呢？你想害我害到什么时候？我现在超市没有了，你准备把这地摊儿给砸了？ 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要你这个当妈的什么都没有，唐瑶瑶跟我这个爸爸过。你这种畜生，也配当爸爸？<笑>行，我畜生，我不配当爸爸。可你这个当妈妈的现在能有多少钱养瑶瑶啊？让我看看。你干什么呀你？啊？你让我看看你有多少钱养瑶瑶？你干什么你？等一下啊！松手。 哎，松手！什么干什么呢？啊，这谁呀？你谁呀？我们自家事儿，你跑来掺和什么呀？你就是那个孙大凯是吧？谁跟你自家事儿啊？不是都离婚了吗？还有什么自家事儿啊？滚滚滚，走！你干嘛？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我马上就打110。走不走？小姑娘，你泼妇一个你！你骂谁呀？谁泼妇啊？你呀，你是泼妇。等等，别让姑奶奶再看见你小秀白的订婚的状。 这是个混蛋，没事吧，淑梅姐？没事儿。陈硕，老师真的好想你啊！哎呀，好久没到我们家来了吧？嗯，快2年了吧？陈硕呀，当初我要是不那么迁就文金。 你早就成了我们家的儿媳妇了，老师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现在好了，一切都解决了。陈硕，你还考虑和文清的关系吗？嗯。好，我不逼你。哎，说好今天晚上回来吃饭的。 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他知道我过来吗？啊，我跟他说了。哦，我去打个电话啊。嗯。 咱不等他，咱先吃，一会儿都凉了。石师傅，你手工太巧了，我特别喜欢这件衣服，只要你喜欢就好。哦，对了，钱给你，收好。哟，不用这么多的。哎呀，没事，你手工值那么多钱。那谢谢啊。哦，对了，石师傅，嗯，你会做衣服，会不会做盘扣呀？会呀。是这样。
我有个朋友的工厂要批盘扣，他在找手工坊来做这批盘扣，不知道你能不能行。我行倒是行，不过我不是什么手工坊。我把地址给你吧，你去试试看看。那谢谢你啊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再见啊。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接呀、这摆着这个地摊还要拖着摇摇，这能行吗？行倒是行，不过能不能接得下来还不知道呢。再这样下去你都变我偶像了。对不起，打搅一下。小姐，请问您找谁呀？请问一下，你们厂里是不是需要加工盘扣呢？你是不是找赵主任的？哦，对对对，赵主任。你跟我来吧，这边。赵主任，有人找你。赵主任。你找我？对呀，听说你们厂里有一批盘扣需要加工，我想是不是可以把这批活给我？请问你怎么称呼？我叫石慧。你的作坊有多大？有多少台缝纫机？赵主任，我一定会保证按时交货的。我想了解你的规模。我们厂是明星企业，就是小的一个扣子，要求都很严。我们不轻易给人合作，除非对方是信得过的。我一个人，一台缝纫机。你真会开玩笑。你请回吧。赵主任，我一定会按时交货，而且保证质量。赵主任，您再考虑考虑。赵主任。喂。哦，老吴啊。好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到时候肯定给你完成。好好，再见啊。好。小刘，哎，盘扣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厂长，我正在联系，还没找到合适的。加紧了，这再往后就来不及了。2000个盘扣，大点的作坊一天就能做完。明后天就要，别给我打擦边球啊！万一耽误了事，这责任你负得起吗？这常合作的作坊都要涨价了，新的我又没找到合适的。抓紧了啊，到时候可没这么多理由了。问一下，你们刚才说的盘扣，你们是需要什么样的盘扣啊？您是？这样，我呢可以先做一个给你看看，如果你觉得满意的话，可不可以把这笔活交给我来做？好啊，那你先做个看看。行。哎，潘先生。小马，你来了，快带我去见石慧吧。哎呀，你让我喘口气，喝口水吧，累死了我。对不起，来这边请坐。服务员，这地儿还挺漂亮的啊。你喝点什么？你这个是什么呀？好喝吗？咖啡。那我就来一杯这个吧。一杯咖啡。稍等。石慧现在怎么样了？不好，他太辛苦了。哎，不过他真的很有能力，自从有了他，我那地摊生意好多了。他从小就这样，从来不服输，不认输的。他就是太累了，白天照顾瑶瑶、修改衣服什么的，晚上还得跟我去摆地摊，时不时还要被那个孙大凯敲诈一下，真是命太苦了。请慢用。哦，谢谢啊。这咖啡怎么那么苦啊，跟中药一个味儿。喝不习惯。啊，服务员，换杯奶茶。请稍等。你可真是细心，难怪石慧总说你是个体贴周到、善解人意的男人。石慧真这么说吗？他挺怀念你们这帮朋友的。能不能马上带我去见石慧？
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赵主任。什么？赵主任，您看，这盘扣做的还精致吧？是很精致。价格能接受吗？5毛一个，他一口就答应了。赶紧签保证吧，后天早晨保证完成两只高板高。好，进来吧。赵主任，你找的就是他？嗯，这盘扣就是他做的，我在旁边看着呢。一个人，一台缝纫机，你可真会找啊。赵主任，我保证后天早晨一定会交货。我倒是信，到时候重量不重质，一样不能用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赵主任，我保证每一个都跟你手里的一样的质量。我跟你说了，不可能。你走吧，走吧。剪刀石头布，哈，我赢了！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国庆，石慧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没想到吧？不管你躲哪儿，我都能找到。我又没有躲过你。小慧，这的环境太糟糕了，我希望你能够换个好点的环境。我在南滨路帮你租了一套房子，收拾一下搬过去吧。不用，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。小辉，就不为你自己着想，你为瑶瑶想一下好不好？搬过去吧，啊！我跟你说了，不用。好吧，不搬就不搬，你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嗯。啊，你看起来也很累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瑶瑶，叔叔走了，再见。叔叔再见。走了。哎，你回来了。那个，潘先生走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来啊？哎，你那个谈的怎么样啊？没谈成，人家嫌我就一个人，一台缝纫机，连皮包公司都不是。我要是能接下来就好了，可以挣1000块钱呢。没事儿，反正咱们那个地摊也能赚钱。哦，再说了，要是你一个人交不成货，那不得还得陪人家呀，到时候还麻烦。这样，你赶紧去休息一下，我做了一些饭菜给你端下来啊。嗯。哎，赶紧来看看嘞，又便宜又好看的衣服了啊！慢走啊。哎，嗯，我觉得那个潘先生对你挺好的，你干嘛老是拒绝他呀？我们呢就是好朋友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哎，他不是跟你说要重新给你租个房子吗？你为什么不答应他呀？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，我自己有手有脚的，我干嘛要靠别人？真不知道你是聪明还是笨。沈师傅，陈师傅，你带就好了。小刘，你快跟他说吧。哎，你，陈师傅，这事儿实在是急死我了。韩坤的事儿，陈家作坊他也不肯接。您看，从现在开始到后天早晨，能做完吗？这么急啊？那我尽量吧。那就拜托您了，陈师傅。教你啊，妈妈，你这个怎么弄的呀？瑶瑶，妈妈正在赶活呢，你别闹啊，乖，自己到旁边去玩。哎呦，你看这个价已经很低了，我进口货。那慢走，改天再来看啊！哎，赶紧来看看来。
朋友。哎，我说大姐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别撒泼行不行？跟你很熟吗？说。石慧呢？不在。那你知道他住哪？他住我家呀。那你家住哪？这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，这个天儿可真冷啊！110。哎，我说大姐，你又打110啊？行，我不招你。知道你没吃，啊！妈妈，我回来啦！谢谢妈妈，我肚子好饿。瑶瑶回来了，正好丽英阿姨拿饭来了，快到旁边去吃吧。妈妈赶活啊！我不管你了，我走了啊！哎，谢谢啊！辣鸡腿汉堡，我要吃鸡腿汉堡，我要吃鸡腿汉堡。哎哎哎，先去洗手。瑶瑶，你看，妈妈今天挣了1000块钱。妈妈，1000块钱是多少啊？1000块钱呢，就可以买无数个汉堡包，可以撑破瑶瑶的小肚皮。妈妈要用这1000块钱开一个裁缝铺，然后挣上更多的钱，到时候瑶瑶想吃什么都没问题。瑶瑶，好好吃。妈妈累了，去睡一会儿啊。嗯。待会儿别忘了写作业。知道了，妈妈。
这出去啊？啊，陈硕都来过两次了，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？妈，我现在真的不想谈这个事情。你还是忘不了他。文君，今天是周六，去给陈硕打个电话，约约他啊。听见了吗？爷爷，爷爷，你知道天文君家怎么走吗？孩子，你妈妈呢？在睡觉。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我找我爸爸，我想回家。你知道他住哪条街，多少号？不知道。你跟小孩较什么劲呢？快下棋，快下棋。这孩子迷路了，送他到派出所去不就完了吗？这站了很久了，是不是喜欢里面的玩具啊？嗯。那让你妈妈过来给你买啊？我爸爸会来，因为他以前就是在这儿买的和买玩具。我等爸爸。哦，那我们进去等好不好？好。走吧。你知不知道？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出去玩了一会儿。真有脸来这儿？少来指责我！你就这样抛弃了石慧和瑶瑶，违背了自己的承诺，你还是个男人？你别在我面前指指点点，我来看我的女儿跟你没关系。你这么个自私的人，你根本就不配拥有石慧和瑶瑶。汉国庆，你别在我面前摆出一副有钱人的臭样子，我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今天就是要教训你。什么呀！你们多大的人了，丢不丢脸啊？爸爸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干嘛欺负我爸爸？你干嘛欺负我爸爸？瑶瑶，小慧，对不起，今天是我太冲动了。瑶瑶。对不起你，
去！王八蛋！小辉，你在哪儿啊？小辉，别走！文君，小辉，我想你。怎么了，文君？啊？小辉，天哪！小辉，被谁打成这样了？啊！我不能没有你。你这个傻儿子，起来！起来！你个傻儿子！你们为什么都要打我？啊、你们为什么都要打我？你傻儿子！哎呦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的傻儿子！妈，宝贝，阿妈。妈，你怎么总喜欢搞突然袭击啊？你呀、啊，别没了，我是特意来参加你李伯伯女儿的婚礼的。你看人家娟娟多好，当年你要是加把劲儿，不就行了？现在人家嫁给别人了。妈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可要吃醋了啊！您一个星期啊，我可是紧赶慢赶的赶过来，生怕让您等，没想到。您根本就不是为我而来的，傻小子还吃醋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这回来呀、啊，我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就是督促你结婚。我跟你爸爸已经商议好了，你要是不结婚呢，我就不回英国了。妈，您怎么跟我耍起无赖来了？行了，把你所有的女朋友都叫来。说什么？女朋友没有，未婚妻倒是有。我说嘛，我儿子哪会那么没用啊，连个女朋友都找不着。赶紧的，带我去见我未来的媳妇儿。嗯，妈，您回得这么匆忙，人家还得准备一下。见个面儿有什么好准备的？我妈来了，这是个大事儿，总得告诉人家吧。好吧，好吧，准备准备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送我去李伯伯的酒店，他给我订好了。不回家吗？哎呦，你别忘了，我是来参加人家的婚礼的。开车吧。开车。智慧，妈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你跟文君都已经离婚了，你就不要再纠缠他。妈，我没有纠缠过。你不要再叫我妈了。没纠缠，那文君怎么了？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不要抱有希望，复婚想都别想。现在陈硕和文君挺好的，两人正商议着准备结婚呢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不要再跟文君见面。阿姨，您放心，以后。我一定会躲得文君远远的。那就好。瑶瑶怎么样了？挺好。我希望你们娘俩能过得好。
我走了。瑶瑶，是我。哎，妈妈呢？瑶瑶，你看，叔都给你买什么了？瑶瑶，你看，叔叔给你买了《格林童话》，有爷爷讲故事，还有安徒生童话，喜欢吗？告诉叔叔，那你又喜欢什么样的书啊？我喜欢爸爸妈妈给我买的书。哦，那妈妈平时都给瑶瑶买什么书呢？妈妈买的书和爸爸买的一样。啊，瑶瑶，那你喜不喜欢玩具啊？下次叔叔给你带玩具过来好不好？我给你买芭比娃娃，买大灰熊。瑶瑶，叔叔还有事儿，叔叔先走了，等妈妈回来跟他说一声，叔叔来过了啊。再见。小慧，你回来了。国庆。我听说你的小店开张了。嗯，开张了。这两天有点忙，没有时间去帮你庆祝了。我这么小的店铺有什么好庆贺的？这又小又乱的，都没法好好招待你。小慧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有什么要帮的，尽管说。我妈从英国回来了，非要逼着我结婚，说是如果不结婚的话，她就不回去了。你呀，老大不小的，是该结婚了。我想请你假扮我的未婚妻，我妈知道我有未婚妻了，她也就安心回英国了。这个忙我帮不了。哎，对呀，你可以去找林芳啊。不，我就找你。吃饭了没有？没呢，我想叫你和瑶瑶一块出去吃。不用了，还记不记得我当时做的麻辣烫？当然记得了，味道很好。
不过，我公司的员工一想起你的麻辣烫，就浑身发抖。哎，我做的有那么难吃吗？不是，是再好吃的东西啊，吃多了也不行，是吧？瑶瑶，待会儿我们就请潘叔叔吃麻辣烫啊。瑶瑶，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吃到好吃的麻辣烫了，是吧？可以了。嗯，真香。瑶瑶，你妈妈做的麻辣烫很好吃，是吧？快吃吧，一会儿都凉了。嗯。哎，瑶瑶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吃啊？身体不舒服？妈妈，为什么不给爸爸留个座位？以前都是我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吃饭，我要爸爸。瑶瑶，叔叔不是在这陪你吃饭吗？乖，快吃吧，啊！是我和爸爸不一样。瑶瑶，吃饭。瑶瑶，叔叔给你夹点青菜，来。